这片冬天呢？ 与湖中冬天有关的问题。 Thank you.
另立天地。
Thank you.
失礼了，呀！魂出，朔风解印，克！卷唱，开始，听令。雪纷飞，切！起。出发了，打起精神来哟！智慧之殿堂，向着星辰，感谢你完成了。
另立天地宇宙。选哪个好？分封乐园一殿，我极断罪之皇女，我就让皇女的光彩荣耀此间天地吧。天地宇宙，分封乐园一殿，我极断罪之皇女，我听见命运的如念，低声呼唤我之尊名。另立天地宇宙，分封乐园一殿，我极断罪之皇女。就让皇女的光彩荣耀此间天地吧。另立天地宇宙，分封乐园一殿，我极断罪之皇女，你好，隔着老远就听到你过来了。食材优质，调味精妙，简而言之，非常好吃。你好，隔着老远就听到你过，当然好啊。你有什么想聊的话题吗？如果让我起头的话，一定又都是些关于花花草草的事情了。好，那看来是做好准备了。那我们先从最基础的开始。植物学从属于生物学，主要研究植物的形态、分类、生态、遗传、进化等内容。植物分类的基本等级有，
不许走神，瞌睡虫，这可是你自己要听的。不逗你了，不从事相关工作的人不需要背这些死规矩了。不过你经常在外旅行，风餐露宿的，还是需要多了解一些常见的野外植物特性，比如如何通过草木的生长形态辨别方向，如何利用茎秆和叶片获取干净的水源，再比如有哪些果实无毒又好吃，又有哪些野菜适合与肉类一起烹饪。哎，怎么回事？光听见和吃有关的事情了是吧？那个小家伙呀，他虽然看起来脑瓜是不太灵活，但十分在乎你呢，所以就算是为了保护好你的旅伴，你也要多学习一些自然科学哦。哎呀，一不小心用培训巡林员的语气说话了，不好意思，你都包涵。总之你是聪明人，一定能明白我的意思了。如果有什么想要了解的花花草草，欢迎随时来找我讨论。你好，隔着老远就听到你过。我吗？正在思考一些最近需要处理的代办事项，这周内要去禅纳园观察并记录试验结果，另外巡林员们的值班次序也差不多该更替了。不过这些都不急，可以等。你呢？有没有什么特别想做的事情？哦，竟然没有想法吗？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请回答我一个问题吧。你是不是很想摸我的耳朵呀？这不怪我哈，我可是给过你主动的机会了。其实我嘛，并不介意熟悉的人碰我的耳朵。不过不知怎么搞的，大家似乎一致认定我会因为这件事情生气。渐渐的，在缇娜里面前故意逃避耳朵和尾巴的话题，变成了像是潜规则一样的东西。有时看着他们想说些什么，又马上吞回去的表情，还挺有意思的。也算是好事吧。毕竟那些半生不熟的人，要是上来就想对你动手动脚，也很麻烦呢。嗯，没问题哦。不过实际摸上去，可能没有你想象的手感那么好了。其实就跟摸普通的猫猫狗狗是差不多的感觉。得寸进尺是吧？哎，好吧好吧。只要你觉得好，那就是真的好。如果是你的话，就算合影500次都行，摸两下又算什么呢？你好啊，跟着你还真是能见识到不少新奇的事物。塞伦斯一定会被这盏不可思议的茶壶吓到的。如果你是问我住得舒不舒服的话，那当然很舒服了。但是要说习不习惯，抱歉了，总是待在这儿，多少还是有些不适应。啊，那再好不过了。虽然这里的环境很不错，但我还是想多出去转转。老是待在这儿，我的弓弦都要松了。这次出去，你可得好好和我说一下那种叫做遗迹守卫的家伙。我觉得我应该很擅长对付那种家伙，毕竟他身上也有个会发光的点。而且打倒了他之后，也可以从他身上拆下来零件。虽然那种零件怪模怪样的，没办法拿来改造我的弓箭，但你拿着应该有用，对吧？你好啊，塞伦斯一定。早上好，周。记得你，啊，你好，我记得你，想要养小团雀，
和你一起在这个家里养小团雀，你找来小谷子，我来喂小团雀，给它也搭一个窝，风吹不断，雨打不坏，白天我陪它散步，睡前一起做柔软体操。我会做好榜样，我会保护他，也会保护你。你，七七，小团雀，太好了。最近都还好吗？如果有哪里不舒服，千万不要勉强自己啊。抱歉，师父交代过我，不能吃奇怪的东西。最近都还好吗？如果有哪里不舒服，早点休息。啊，我吗？我做完今天的课题就去睡觉。另立天地宇宙，这机会还挺难得的，就让我好好享受一下吧。投降不失为一种选择，我会非常温柔地对待你这位手下败将。这下还不赖，好痛啊。不错不错，确实有点爽快。与你分享，记住你。
这机会还挺难得的，就让我好好享受一下吧。投降不失为一种选择，我会非常温柔地对待你这位手下败将。力道尚可，时机错了。快急，再会了。智慧之变的面，果然是我后方待命。值得我再认真一点。太不甘心了。冒险还是做生意，机会都稍纵即逝。可别眨眼。
黄金屋重地，禁止随意进出。去吧。正是因为无法更改，无可违逆，只能接受，命运才会被称之为命运。
时机不对。手牵手走。到我了吗？全都看见了。会之殿堂，再会啦！呀，剑光如我，斩气如洒。火焰烧尽。
识与你分享，全都看见了。哦，走起。吃饱喝饱，一路收好。去我那儿喝杯茶。
太阳出来我晒太阳，月亮出来我晒月亮喽。晨晨，起精神来哟，起，
秋秋病了，二秋秋巧，三秋秋采药，四秋秋熬。有大家在身边，哼，咻，走，嘿，咻，嘿，野火燎原，嘿，嘿，嘿，该走攻击了，起，金鱼来啦，哎，嘿。发商铺，包您满意。发商铺，包您满意。不知道干什么的话，要不要我带你去转转呀？今天吃点什么好呢？
新鲜热乎的吃虎鱼喽！荣发商铺，包您满意。又有心事吗？我来陪你一起想吧。老牵手，知识与你分享。咦，被打晕了。奥运看破，无灭，断绝。全都看见了，来我家做客吧。行。手牵手，微光无色。我玩的吗？竟然让我玩，意识永恒。不就是小伙伴了？知识与你分享。这些孩子们还出出新的判断是紧急避。来我家做客吧，无处遁逃。嘿，火
还没干完。这个小天蛇，自己智慧之，你走不了。无念，断绝。全都看见了。还没干完。来我家做客吧。暴雨看破。嘿，既然要我，我就是小伙伴呀。多看我一眼。做了错误的选择。智慧之殿堂，手牵手。暴雨看破。律法还有漏洞。嘿，干嘛的？真是与你分享。想错了。手牵手。休想！陛下选错了，微光无赦，全都看见了。来我家做客吧。多看我一眼。
你做了错误的选择。你真行。子集，智慧之殿堂。我来了结。天桥。还没看完。该关了。嘿。知识与你分享。微光无色，此刻寂灭之时。火牵手，功夫不错，无处遁逃。做了错误的选择。子集，智慧无处遁逃，荒谬。手牵手。又一个失业对象。还没干完。干嘛的？嘿。不必勉强。微光无色。耀光。意识永恒，炎之法，寒冰变身，全都看见了。嘿，发现你了，选错了。手牵手，来我家做客吧。咦，无处遁逃。这些孩子们。做了错误的选择，与你分享。嘿，还没干完，全都看见了。来我家做客吧。暴影看破，此刻你下选错了，寂灭之时。又一个下选错了。嘿，干嘛的？我这选错了，头。四丧祭地，知识与你分享。绿火，微光无色。嘿，竟然要我！终究是小孩子，断绝。Thank you.
打起精神来哟。我会保护大家。黄金屋重地，禁止随意进出。这机会还挺难得的，就让我好好享受一下吧。投降不失为一种选择，我会非常温柔地对待你这位手下败将。此局。是现身吧，无处遁逃，时机错了，打起精神来哟，时机错了，这下还不赖，值得我再认真一点。微光无胜，会躲吗？你胜，你仇。